听完刘德华一直非常充分，五日在中国南京开唱，没想到演唱会进行途中，突然有一名粉丝突破封锁，冲到舞台前，想要跟刘德华握手，让演唱会不得不终止。流出的画面中，刘德华正在与歌迷们聊天，没想到一位粉丝冲破封锁，挤到舞台前想和偶像握手。向来珍惜粉丝的刘德华，立刻走到舞台边缘，意愿粉丝愿望，随即该粉丝就被保全拉开，并抬走。刘德华看到后也赶紧阻止。等一下，不要这样抬，嘿，不要这样抬，现在叫他站起来，慢哦。并中断演出，去后台了解状况。我去看看哈。最后，他也希望粉丝们要保持冷静。